期待一下。没有。说大力打卡。好好好。好拜拜。我不停。那个多。我闷他一晚。那他们今天又可以打了。对啊。一人分三。是要给他。
走，真的跟你很像。
他在养。我家先狗很早就回去，然后后来现在先到的时候，我们家就七点半。不然过去的时候要把它去买掉，我妈又觉得舍不得，后来又帮她买掉。Thank you.